跟大家说一下，女生有皮包，男生有包皮，皮包用烂可以丢掉，包皮没用到可以割掉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小男生常常会被妈妈诱拐去割包皮。对，我小时候被我妈妈诱拐去割包皮，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啊，就很关心的，就把你裤子脱下来，然后看一下，哎，缝的还不错啊，这个线头，哎，有什么东西？脱掉吗？脱不掉。”那时候刚接触 AK 没多久，我就意识到，哎，我是个男生，我妈是个女生，我妈在吹我的，妈，我们不能再继续下去了。我爸就说，sorry， 结果就骂我爸了。没关系。你看，他们在这里啊，还可以当雨衣。
敌有没有脱衣，然后就是又看到敌人的时候就这样。抢包有敌人，抢包有敌人，那敌人怎么办？敌人怎么办？敌人在前面怎么办？好，赶快找掩护，找掩护，掩护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啊，我找到了！啊，看我的三星！可是小优怎么好小优？你要不要再说我下面好不好？这是重点，重点，重点就是第五要素。几公分？我不，不要再管我几公分。第五要素，好。第五要素呢，最重要，最重要。身为一个男子汉呢，一定要懂得如何做爱啊！做爱做的事，这梗超烂的啦，吐都不想吐啊！所谓爱做的事情呢，就是会吸引女人的事情，吸引女人的事情，就是所谓的坏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有点刺激，坏坏的那种感觉。哦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没错，做坏事的人就是够 man， 够有吸引力。像今天人这么多，不然我就来为大家现场示范一下做坏事会有多 man 好啦。哦，现场示范，哦，就是我在找一个观众这样子。没错，好，来看，你看这个观众看起来很霸咖。哎，我也觉得，这个还这个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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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确定吗？他很霸咖，他很霸咖，有点壮，所以我好，我替你去看霸咖。欺负他，就是骂他，没错，我就要过去欺负他。好，欺负他，我就要过去揍他。话说呢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个一间公司里面呢，讲话最大声就是什么经理啦、副理啦、协理啦、乡里这些什么理字辈的人。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当过这个理字辈很大声讲话的其中之一，我就是那个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助理哈。说到这个助理啊，我真的跟他很有缘，很奇怪。我第一份工作，大学一毕业的第一份工作，就去那个某大学担任那个什么系所的行政助理。我的上一份工作哈，就是去了那个某剧团呐，担任那个排练场的排练助理。所以这个我跟这个助理真的是莫名其妙的渊源啊！先从第一份工作讲起好了。话说那个我们大学毕业啊，要踏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，都会很期待，想说啊。我能不能够有一段这个浪漫唯美的这个办公室恋情啊？我人生中的大麻烦呢，就是我从小到大成绩都太好了，只能考第一名，不是第二名，也不是第三名，就是第一名。这就是我人生中的大麻烦。好，再有就有人问我了，哎，考第一名有什么不好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考第一名真的是衰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考第一名的话，老师就会认识你，同学呢就会觉得你很棒。所以呢，选班级干部的时候呢，全部都是你的份。当你全部当过一轮之后呢，还会再选到你。所以班长也是我当，副班长也是我当，风气股长也是我当，卫生股长也是我当，连值日生都是我要当。哎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只是因为我考第一名就要受这种待遇吗？拜托，考第一名是我犯贱吗？考第一名是我下流吗？我考第一名就不是我的错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？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考第一名算我衰，就当我服务班上同学好了。结果想不到，我们班的同学变本加厉，得寸进尺，竟然把我推出去选人。这不愧是前辈啊！长久以来，我一直觉得感情升华成亲情。就永恒不变。可是历经了种种，我发觉这世界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永远在变。我那要赶快吃恶魔果实。好，那结果呢？啊，我就这个国中的时候想好好读，结果一班到二十八班，一班到十班是实验班，然后十班到二十班是普通的升学班，然后二十班到二十八班就是所谓的放牛班。结果呢，我那时候呢就考试啊，利用这个。接下来这位讲起来理所当然了啊。欢迎我们理所当然的脱口秀女演员林小光。我刚刚是把一瓶金牌台啤喝完，我还没有醉，你们在醉什么？脱了能看吗？还摇头了，不好意思。
当第三场啊，我跟大家聊一下我的梦想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什么梦想？先生，请问你有梦想吗？没有，我知道。请问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我不好意思。